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驾驭。只有武灵锁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，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形战士。我亲眼看到 X 晶体就在研究社里，猪猪侠和超人强好像为争他吵架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他们的矛盾正是我们反击的机会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这一次也向他们变烧鸡，为我可怜的小秀发报仇。冲动和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这次我要通过他手机。哦，原来是要报警。好啊，让警察去抓，好主意。能动动脑子吗？你们可是高等的智慧怪兽。算了，等我集齐四个 X 晶体，找到神秘人，他就会帮我变回原形，我玫瑰王子很快就可以复活了。你看这个。没看见我在练肌肉吗？猪猪侠聪明绝顶，是我迷糊老师最喜欢的学生，他才是研究社的接班人。虽然我知道我长得帅又很聪明，但是迷糊老师也不用这么心急退休吧。菲菲也更新了，他帅气有风度。菲菲偷偷夸我就行了，何必还发微博呢？他高大又很强壮，我的英雄超人强。哎呀，这真的是菲菲的头像？菜鸟，你又是故意的。说，是不是你逼迷糊老师写的？我才没那么卑鄙呢！我要去找菲菲问清楚。站住！我们来比试比试。我才不怕你呢！老大加油，老大威武，老大加油，老大加油啊。波比，波比，你不要装死，给我醒醒，快醒醒。就是现在。我在找晶体呀。那不就是吗？ X 晶体。老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醒了。好疼啊，好疼啊。猪猪侠，看你把波比打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明明是你打的好不好啊。倒霉的总是我。哼，我无法跟这个菜鸟合作了，从现在起我要去建立我自己的研究社。不要随便改行哦，健美行业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哟。谁要开健美社了？当然是新的怪兽研究社。我是一个有追求的人。那研究社社长的位置就是我的喽。我会亲自夺回来的。再见，不是再也不见，宝贝。我的行李呀，老大。超人强，哭不下去可不要哭着回来哦。X 晶体终于到手了。不愧是玫瑰老大，我看怪兽研究社快关门大吉了。我才不管研究社会怎么样，我只知道现在我玫瑰王子很快就要复活了。玫瑰公主请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新的 X 晶体不发光？您别着急，让我试试。沉睡千年的 X 晶体呀，请你汇聚在一起，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吧。
烧焦的味道。这个晶体是冒牌货，可恶的研究社居然敢耍我们。玫瑰公主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们一定不会再失败了。他既帅气又健壮，勇敢又聪明，他就是怪兽克星公司的 number one 超人犬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好帅呀、啊！终于听个明白。什么？听明白。谢谢大家，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。猪猪侠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超人强，别生气，一切都是误会呀。迷糊老师的微博是假的。我就知道迷糊老师不会对我这么绝情的。哎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研究社了。我们快一起回研究社吧。除非 X 晶体归我保管，我就回去。那可不行， X 晶体是我抢回来的，可不能给你。多亏了我帮你。是我帮你。我帮你。超人强，小猪猪，你们别吵了。终于可以回研究社了。你是打不过我的，快把晶体交出来。啊？怎么办呢？交出来，矮冬瓜。矮冬瓜，我不给你。波比，快来帮我，我嗓子都哑了。老大，我在研究社，迷糊老师他。你竟然先跑回去了，你这个叛徒！超人强，波比都回去了。你也跟我们回去吧。回去可以，那 X 晶体就是我的了。怎么样，答应给我了吧？我才不给呢。快把晶体交出来。五灵威力变身。住手。迷糊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小心点儿。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到手的晶体又被抢走了。区区一个猴子能对付我们？他们人多势众，怎么办呢？我不会把 X 晶体交给你们的。不好，研究社遭到偷袭了。我们快回研究社吧。猪猪侠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做英雄的。玫瑰公主给我，终于拿到真正的 X 晶体了。我不会让你们带走 X 晶体的。就凭你不自量力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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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灵之力。还有我还有我。晶体在玫瑰公主的手上，快拿回来。你们给我拦住他们。是啊。哈哈哈，来了一只小鸡。小鸡，快让开！我可不只是只鸡。鸡旋风，小心呐！你们快去找玫瑰公主，我来对付她。好。你们的对手在这儿呢。火灵之力。看招。我这宝贝钻石。终于找到钻石了。我好天队。看招。
归原主了。硬币风暴，还给你！铁虎重破拳，铁虎重破拳，猫脸怪，我们快撤退！是，猫脸闪光弹，接招吧！干得好，撤！还我晶体，蛮熊震怒！棘龙怪，棘龙怪，醒醒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快带我飞走！是啊，这块 X 晶体我就收下了。老大，等等我呀！别带上我，我很轻的。你下去，下去，快下去！等我先离开，我稍后再来救你。棘龙怪，快飞！一个都走不了，精灵之力！是你们逼我的！这个黑布很危险，千万别靠近！铁拳虎、石甲熊、坏合击，使出金土合击！合击吧，石甲熊！你们再靠近一步，就会被我的黑雾腐蚀。你们慢慢玩吧 ，X 晶体是本公主的了，再见了！别想逃！还我晶体！机会来了！等等，石甲熊，危险呐！超强！你没事吧？啊，超人强，超人强，快醒醒啊！超人强，你没事吧？可恶的猫脸怪，我的眼睛差点就瞎了。哎呀，只是闪光弹而已，不要那么大惊小怪的。可恶的菜鸟，怎么不早点跟我合击呀？明明就是你擅自行动。如果不是你冲进黑雾，我们早就合击成功了。都怪你，超人强，小猪猪，我开始就说过，你俩的警惕性太差，容易让敌人趁虚而入。不能忘记我们研究社的使命啊！我们抢夺 X 晶体，是为了保护整个镇子的和平，不能因为私欲互相攻击对方，是吗？是迷糊老师。虽然晶体没了，但是我想你们已经上了最重要的一课，收获了比力量更重要的东西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